我们要把这个人拘送。警察大哥，曹儿有什么走？ 抓到了吗？没有。跑了。这回你可以把心放回肚子里了。我的心恐怕再也放不回去了。韦师长。 我觉得现在还远不到严拜的时候。谁严拜了？在我魏兆吉的字典里，从来就没有拜这个字儿。你记住了，明天一早立即通知长明，让他召开董事会，宣布撤销曹二勇天龙集团总裁的职务，然后进行董事会改组，把那些和曹二勇有关系的人全都清除出去，换一些干净的人。第二。 通知河阳电视台，明天新闻联播之后，安排一次我的访谈节目。我要重点谈一谈一级地方政府是如何帮助上市公司提高诚信、加大监管力度的问题。现在关键是不能乱了阵脚，阵脚一乱，满盘皆输啊！
东阳，东阳，目标出现，东阳，东阳，目标出现。进来，林局，你找我？对。哟，怎么这么严肃啊？请把你的手枪和警徽交出来。我凭什么要交出这些东西？你是不是想叫我把你心里清清楚楚都知道的事情，再给你说一遍？我只想知道，你为什么这么做？因为你放走了公安机关通缉的重要嫌疑人曹二勇。林局，你这玩笑就开大了。咱们都是干公安的，可不能这么红口白牙的，说话总得有证据吧？哼，你要什么证据？被我击毙的钱桂生和负案在逃的曹二勇站在我面前，把你刚才说的话再向我说一遍。如果我告诉你，你的枪法不够准，钱桂生没有死，你该怎么办？不可能，这绝对不可能！我一枪打他脑袋上了。没错，你打掉了他一只耳朵。林局，我鞍前马后的跟着你也有十多年了吧？你怎么能相信钱桂生呢？他是什么人啊？重案嫌疑人，一条疯狗，而且还挨了我一枪，他能不咬我吗？你应该知道，什么叫不见棺材不落泪。那好，你回头看一看。那个人是谁？走。现在情况越来越明了了。天龙集团，特别是以曹二勇为首的一伙人，可以说是我们河阳市出现的一股最具规模的黑恶势力。这股黑恶势力呢，正是在市长魏兆吉同志的关照和袒护下，才变得格外猖獗。从河阳广场工程的顺利中标，到豆腐渣工程的垮塌后的顺利过关，所有这些都足以看出曹二勇与市里某些领导之间的非同一般的关系。随着公安和司法部门的介入，曹二勇作为河阳市最大的黑恶势力的头子，这一点是确证无疑。作为为这股黑恶势力在某种程度上提供了保护伞的魏兆吉同志，无论是有意为之还是上当受骗，都无法摆脱他与这股黑恶势力之间的关系。因此，我觉得我们可以根据组织法启动对魏兆吉的罢免程序。我同意郝副主任的意见。这个问题是这样啊，
就是说，我觉得刚才你谈到的这些情况，还都是处于一种感觉和推断的东西，而不是证据。也就是说，我们在没有拿到确凿的证据之前，启动罢免程序恐怕是不合适的。既然说我们已经感觉到他们之间有一种内在的和非常神秘的联系，那我们就要想办法把它挖出来。如果不是这样的话，那人们将来就可以指责我们人大，是吧？你这个随意的制定啊，任意的解释，草率的执行这些法律法规，那样就会很影响人大的声誉。所以说，我们一定要把那些我们感觉到但是看不到的东西把它挖出来。这样即使将来被罢免的人在确凿的证据面前，他也会心服口服。张师傅，忙着呢。哎呦，齐主任啊，有您的邮件。哦，哪儿来的？我没看。你看，